闻到水底黄金的味道。 Keep on panning。 用你自己的盘子。 Keep on panning。 黑暗之道是我的，用你自己的盘子。我们成为灰尘的终结者。 为了主人，忘掉！泰坦巨刃永不熄灭。 老兄，你应该听听看被遗忘者的骸骨金属。价格差不多了。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秘法价。 开局了哟，好好吃。那就更美。
符文会决定你的命运。结果，生命的存余。我们的秘法编码启发了我们。水底黄金的味道。Keep on panning。用你自己的盘子。Keep on panning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用你自己的盘子。Keep on panning。我讲话真实在。我闻到水里黄金的味道，跳到脚了跳。不可能。结果，生命的存余。王的象征。
越挣扎越好。你要来吗？王总是，时间要到了。为了我的粉丝，是我的使命。我是你靴子的使者，承载屹立不摇。菜鸟法术入门，太有意思了！想跟贝达一起播？挣扎越好。
认识跳舞吗？我是你靴子里屎。编织现实。知道是我的使命。越挣扎越好。
借我你的手。我的祖先终于有用了。扭动吧，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我恭维家现在。为了救人，我恭维家现在。苏醒吧，为你的王而战。我恭维家现在。不可能。承载屹立不摇。死者会听我号令。死者会听我号令。我敢没够悲惨。苏醒吧，为你的王而战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承载屹立不摇。
侯。我会找到答案。寒冰剑，我们的火焰鞭会强化了我们。我讲话真实在，以我之名征服一切吧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去吧，去亵渎这片土地。